张副处长，歇会儿吧。 别说话！哼，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就学会装傻了？没想到，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也能学会开窍。走！ 听得见。好，里面空间小，很快就会缺氧的，你别动了，要保。
别进了，你挖不开的。不，我行的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。啊，张忠啊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要跟你一起活着离开这儿。听我说，我已经把逃生路线和逃生方法全都告诉黑牙和龅牙了，你放心。 他们会带你出去的，张小姐。 帮我一个忙，如果你出去之前有机会遇见王灵雨大夫，请帮我捎一句话，告诉他。 欠他的，在我心里一直爱着他。 好人说他不回来，不让咱们去。你他妈有病啊！现在时间都过了1小时了，真要出点什么事，你能负责吗？那好人的话，我不能不听啊！告诉你，我也是好人，你要不带我去，我他妈打你啊！你带我去不去？不！你他妈带不带？带不带？带不带？ 放风广场的牢房啊！你也挺聪明的，少废话，跟我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跟我来！
庄署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兄弟，好人，好人，真是兄弟！兄弟，好人！快使劲儿！好了，别费劲了，我没事儿，他也只是被卡住了，没有骨折。疯子，我记得山洞里的工具箱里有很多螺栓螺母，多拿过来一些。你快拿去啊！哎，快点去啊！利用螺栓螺母的扭力，可以顶开这些石头。咱挖通的主路没被堵上，腿没事吧？啊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对我不感兴趣。要我带的口信儿，还需要我转达吗？
魏先生，按照您的吩咐都布置好了，犯人全部都带到了。吴明哲，站起来，出来，带走，走。刘明义，站起来。带走，走。兄弟，都审完了，威胁什么呢？哎，我们还能出去吗？
甄先生，辉先生有所遇事，名单上的这十个人有重大嫌疑，还望甄先生多加劳心。是。这十个人立刻送到毒气室，其他的人全都放了。是。点到名字的人，外边记好。吴明哲、魏小凡、丁征、杨志宏、梁静、陆舟、任辉、梁伟豪、徐明、江瑞峰。各位，为什么会把你留下来？因为你们中间有一条共产党的大鱼。大鱼先生，我给你三分钟时间，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。我看你是不会站起来了。不过我要警告大鱼先生一句，我们蒋委员长说过，对你们这些共党，宁可错杀三千，也绝不放过一个。把他们送到毒气室。是。你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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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！
回县城，请。回县城，慢走。回先生，这一次的审讯，孙馆长是想问大鱼的事情吧？啊，是的。三天内我给你结果。是。辉先生这出戏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哼，哪一出？是你我都没有看过的一出好戏啊。怎么回事？今天一大早，我和三号楼的20名犯人被带到了审讯室，一个一个轮番审问。整个审讯的过程和内容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刘先生看样子不像是本地人呢。我是山东人，这次来重庆是来看朋友的。山东人。情况基本就是这样，后来他就把我们放回来了。你刚刚说在房间里面架着摄影机。对。他分别对着你的上下半身全部都是45度角，而且审讯过程全程摄影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小毛同志，你有可能被发现了。怎么了？你刚刚说的这个审讯过程是美国 FBI 刚刚研究出来的一种专门对付高级特工的审讯方法，简称 CIT。 据我所知，目前还没有人可以逃过这种方法，所以你有可能已经暴露了。那不过这种方法，这种审讯最后的鉴别工作非常复杂，大概需要2到3天才能得出最后结果。我马上给王老板传递信号，让他们立刻安排排雷工作。在明天晚上之前，我跟疯子防雨挖通山洞里面的捷径，争取他们在得到结果之前把你带出白山关。必须。
天都快亮了。去崖壁给王老板留信号。留什么信号？让他安排尽快排雷。哦，行行行，留信号，赶紧睡吧啊。大家离开白山馆。自从上一次旅馆分别，张海峰就再也没有见过王凌宇。他知道这一次自己对王凌宇的伤害是致命的，然而为了自己的信仰，为了自己的任务，张海峰别无选择，而且今生今世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对他做任何补偿。怎么样了？情况非常不好。前几天你们送他过来的时候，他还只是贫血和过度疲劳。现在按他醒过来的情况看，他根本不想吃任何东西，只有拿葡萄糖来维持生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们在送他过来之前，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？我告诉你们吧，他现在的情况就是潜意识抗拒生存。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听不懂。也就是潜意识自杀。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。我说大夫，孙兄弟求你了，你看还没有别的办法呀？除非他自己愿意活下去，否则我们没有任何办法。他的病不是身体上的病，是心理上的。徐科长，没事，你别着急，王大夫肯定没事。你看这么着行不行？你先回去，我在这儿替你盯一天。你反正也在这儿盯好几天了。哎，徐科长，你，徐科长，徐科长，你怎么了？徐科长，快叫人呢！哦，快，是，徐科长，徐科长。